Sang si tua.我最近发现你们的态度啊，越来越差，尤其是你啊 ，Desmond， 啊，不听话啊。好，不要讲那么多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就特地邀请了一个讲师来跟你们分享一下他的经历，他是如何去戒毒。我们有请阿龙。Hello， 我名叫郭浩龙，你们可以叫我阿龙。看到你们这帮超级啊，就想起当年的我，不爱读书，学人家喝酒抽烟，每天出去跟人家 settle， 最后上瘾吸毒了。当时我困在一个很黑暗的地方，我又没有钱吃饭。等我一下。哇，很爽！哇，好难爽啊，好难爽！哇，很爽！看是想到哪里？你讲到你没钱吃饭。对，我当时遇到一位好心人啊，我今天就是要感谢那位好心人，他就是你们的老师 ，Mr. Kwan。Mr. Kwan， 你们的老师教了我很多做人的意义，还有让我戒了吸毒的瘾。他还教了我很多名句精华，还有《弟子规》，《弟子规》《圣人训》首孝悌，虽然100分。我回来了，你是宽嘞？他教我很多不同种类的毒品。不是，他教我毒品的坏处啊！对，阿龙，你刚刚去哪里哦？啊，没有这东西。要跟我讲，你又跑去吸毒啊？早就戒毒了吗？喂，跑去哪里哦你？喂，哎呦，我刚才看到你关 camera 的哦。没有，刚才断线了哦，不能这么。你不要再跑掉哦，你再跑掉啊，我们这个讲座会到此为止。看来我是隐瞒不了的。其实我知道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。所以刚才我亲手做了一个蛋糕。OK， 讲座会到此为止，全部人回家，拜拜。Happy birthday, Mr. Kwan。全部人呢 ？Hello， 又在断线了。